不是池恩恩脆弱，池恩恩一点都不脆弱，他只是看起来比较柔软，但内心比谁都坚强。如果不坚强，也不会在那么畸形的家庭长大，还能保持一颗善良的心，也不会在面对池雅、顾乔梅、池建国弄出来的糟心事时，能够迅速地调整好自己的心态。没有怨天尤人，没有抱怨社会，照样积极向上的生活。是他舍不得，是他怕。他这辈子就认定这一个女人了，他恨不得把她揉到胸口去，藏到骨髓里去。恨不得把她囚禁起来，把她生活中的其他人全部都隔绝在外，让她的世界里只剩下她一个人，只能看到她一个人。所以，脆弱的人是她，害怕风吹大一点会闪到池恩恩的腰的人也是她。但是她没有必要跟一个不重要的女人解释这一些，她只是听不惯别人说池恩恩不好而已。哪怕只是开玩笑的一丢丢的不好都不行。厉北爵眼底闪过了一丝狠厉，目光跟刀锋似的刮过了他的脸，又抿紧了薄唇，低头撕开了牛皮袋的封袋，把里面的资料全部都拿了出来，一页一页地翻了起来。金志远被他那一眼的眼神给震撼住了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，连血液好像都流动得快了一秒。他怔怔地望向了沙发上翻看资料的男人，无可挑剔的长相，无可挑剔的家世，还有上一次在会议上他见识到的无可挑剔的能力。他突然有一点好奇，这样的一个男人为什么就对池恩恩那样平凡的女孩死心塌地呢？他真的有点不明白。爱情不就是一阵的新鲜感吗？新鲜感过了，总会变得没意思的。以厉北爵的条件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他身边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各式各样的女人，难道这么久以来就没有一个女人让他产生新鲜感吗？厉北爵根本就不在乎金之源好不好奇，也不在乎他怎么想他刚刚那一句舍不得，他全部的注意力都落在了手里的资料上，越看他的脸色越沉，越看他的气场越冷。终于，他看完了最后一页，木然把手里的资料揉成了一团，砰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，豁然站起身，铁青着脸盯向了金志源，眼神仿佛要吃人似的。这些东西你从哪里弄来的？金志源回过神来，摊开了手，耸了耸肩膀。我妈给我的，你知道大家族之间都会彼此调查，这些就是她调查来的资料。她是以为我们以后会结合，才把这一份资料用传真发给我。也就是说，这些资料都是真的。厉贝爵相信眼前的女人没有撒谎，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，神经末梢都开始急速地跳动了。她双手撑在桌上，眼睛猩红地瞪着金志源，就像是要把金志源瞪出一个洞来，好从金志源的口中听到她说的这些资料是她的恶作剧。可是金志源却始终没有如他所愿地开口说是玩笑。他的太阳穴突突突地狂跳，极力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，才从喉咙里挤出了一句：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这一件事情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，如果传到了池恩恩的耳朵里，他怕……他的瞳孔急速地紧缩，缩成了针尖麦芒。在他可以杀人的目光注视下，金志源风情地坐在了沙发上，翘起了二郎腿，坦坦荡荡地说：我不缺钱，脑子也没有问题，我告诉谁啊？狗仔吗？再说了，我们现在可是合作关系，我还想着靠着你过一段安静点的日子，我可不想365天、366天都在相亲或者是相亲的路上。厉北爵的脸色缓和了一些。不过，金志源撑着下巴好奇地凑过去，伸手把桌子上揉成一团的资料打开，瞥了一眼他已经看过的内容，问道：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？直接跟你的女朋友说？他唯恐天下不乱地又加了一句：老实说啊，以你女朋友的性格，我不觉得她能接受这个结局。
厉北爵手背上的青筋突突突地跳动，他当然清楚池恩恩可能是接受不了，连他看到了这些的时候都无法接受，何况是池恩恩。他早知道很多大家族包括皇室，在科学蒙昧未开化之前都信奉着血统纯正的理念，所以很多近亲结合导致 DNA 遗传断裂，经常会生出畸形、早衰、早亡，甚至带着罕见疾病的孩子。这些孩子在出生之后会被第一时间处理掉。后来，随着科学进步，人们逐渐明白了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。近亲结合的陋习被门当户对替代。可是，一些家族因为好几代都是近亲结合，后代的 DNA 里面已经潜伏了生不出健康孩子的可怕性。就算是再有钱，再调理也调理不了基因上的缺陷。所以他们选择了尽可能地避开这一种可能。而厉家也是，厉家的基因缺陷在女性的遗传染色体上，一旦孩子是女婴，极有可能遗传一种凝血功能缺失的罕见疾病，早夭的几率很大。而这种罕见病还会在母体内通过血液对母亲进行传播感染，有 50% 的可能母亲也会感染上这一种病。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但凡是怀孕到4个月，他们就会带着妻子去医院做检查，检查出来是女孩，直接流掉。这也是厉家百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女性的原因。厉北爵眸色幽暗深邃，怪不得他从来没有姐妹，也没有姑姑之类的。他以前没有注意过这一些，以为只是巧合而已。现在看来，根本就不是巧合，是权衡利弊的选择。比起一个极有可能早夭的孩子，所有人只是做了同样一个权衡利弊的选择。但是这个选择，一定是池恩恩接受不了的选择。厉北爵绷着脸，好半晌才压抑着挤出了一句，现在才1个多月，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。现在池恩恩才怀孕不到2个月，还有1个多月的时间才知道是男是女，或许就跟池宝贝一样是个男生呢。既然池宝贝都是男孩，那么现在池恩恩的肚子里的包子也很有可能是个男孩。如果是个男孩，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了。万一呢？万一是个女孩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金智媛漂亮的脸上全都是好奇。厉北爵眯起了阴谋，斩钉截铁。没有万一。不会有万一，绝对不会有的。池恩恩怀的一定是男孩。一定。